ハロー意地悪な天使、私のこと奪いに来たんでしょ、捕まってあげるわ。最喜欢的是那个粉红色的那个保湿精华，因为感觉那个保湿精华就质地非常轻薄，然后涂起来也挺舒服。我身体皮肤挺好的，我一般就抹抹那个身体乳什么的。休息的时候我会听音乐，听一些简单的轻松的音乐，然后呢会打打游戏，玩玩那个掌机游戏，然后就放松一下。最减压的运动啊，最减压运动其实我平时工作的时候用不上，是其实打拳是最减压的，但是呢因为这个不太方便在外面工作，所以呢我平时会锻炼，就是在床上啊做做仰卧起坐，然后在地上做做俯卧撑，